是不是没有听到我念的？上轮我给饭堂念半天，我身份合一能带队，这把身份合一能带队的。带队很猛。哎，火哥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我在你为什么到这里来躲沙尘暴。你为什么到这里来？我在躲沙尘暴。OK。大白，悟空在里面，悟空在里面。哎呦，你要躲一下。躲一下起雾了，这个任务做的胖。罗点双狼，参参乔乔，修凯是跟我出生在一块，跟我换过身份的一张牌。当时在接到那个位置起雾的时候，我是第一个进到的那个防腐里面，跟在我屁股后面的是何呆呆，所以他在我的视野里面，我只能保他不开刀。但是那个修凯是倒在防腐门口外面的，我看修凯一直没进来，然后喊着哎修凯呢，然后我直接出去，然后最后进来的两个人是谁？乔乔和参参，所以他俩为双狼，因为参参没有报警，好吧。然后在当时我出去报这个警的时候，看到防腐左边那个位置应该还有一个人，好吧。这轮全票打飞乔乔过。喂，我刚才不好意思，刚刚发言，我当时是出生在金字塔，然后为了找大部队，然后一路走到了街道，然后起风了，然后就听到了拍警。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可以提供，是个外置位。听后面怎么办？过。欧德 K 轰轰发言，首先野鼠月起跳力度非常高，而且直接点杀乔乔。那么接下来乔乔的发言也会很关键，当然参参也不好。然后他的意思，他是外置位没有信息，在我这也放不下，因为这把只不是说只倒了两张牌，倒了三张牌，好吧？乔乔发言，如果我说实话，基本上九月这个发言你没得跑了，过。我跟你说啊，九月你打不到我，我是在你们，你跟何呆呆是最前面嘛，我是第三个进去的，然后乔乔是最后一个进供防腐屋的，那人必定是他刀的，那我们再盘另外两个嘛，童珠跟七仔仔怎么死的，有其他人的抱团信息可以抿一下童珠跟七仔仔怎么死了，但这修可爱必定是乔乔刀的，可以直接投乔乔没问题啊，过。那就投你参参。乔乔发言还真不是我刀的，我本来不确定，因为我是跟在九月后面，你别急着投。我告诉你，他那个发言，你旁边那个人是他的发言是什么？他说他出生在金字塔，然后起雾了。正常一个好人为什么不去左边的屋子躲，对不对？他到报警前他说他，然后什么起风沙，然后就报警了。报警那一瞬间你是什么？当时我跟着你后面进去，我是直接就是看着你进去的，然后你突然回头说哎秀快秀快呢，然后你下去了对吧，然后我也跟着往下走，然后你按到了这个鸡腿，他就站在你同一个身位，你明白吗？同一个身位，但他全程没有聊他面前那个鸡腿，也没有聊说他看到了你报警，也没有说他想报警被你报了，他就说他起雾了然后报警了，没有有用信息。那在我的视角就是这个他刀掉了这个秀可爱，你正好回头抛的时候报到了这个警，你当我不是我刀的啊，我会全票打飞这个他的过。我说一下，在我的视野里，乔乔跟他里面出一个刀了修可爱的人，参参跟野猪九月在现场，我猴哥雕的三，我们三个在一起。虽然猴哥在起雾的时候一个人钻出去了，很奇怪，但是我们三个人都是有彼此视野的。那外置位的轰轰跟何呆呆是不是一定开了两刀呢？我想听一下雕的三的归票，因为我觉得雕的三在看到猴哥钻雾的时候那一瞬间的反应一定是个好人心态，和我一模一样，就是诶你是个好人，起雾的时候怎么往外钻，所以我想听一下雕的三的归票。我觉得外置位两刀就是何呆呆跟轰轰开的过。 OK， 何呆呆发言啊，首先我不是外置位，刚刚不管是乔乔还是不对，刚刚那个九月报警人他说了我，然后乔乔九月参参我们几个都在防腐屋，按照那个前后顺序修可爱是最后一个，然后我听下来啊，他就是在起沙尘暴之后没有选一个屋子待着，你说报警前的时候你在街道，这我不信的。然后乔乔这边我感觉你的视野有点大，你为什么能看到他跟九月一个身位，然后说信息不报警？因为我那个视角我看不见，所以我感觉乔乔也不是很做好，但这一波我不分票啊，过。就这个他何呆呆乔乔参参没一个好东西，都是坏人，随便归我刁德山三吃，我们仨铁好人，刁德山随便归，归哪个都行。现在九月已经投票了，但我估计啊，九月应该是在乔乔发言的时候投的票，
参参跟乔乔他俩可能不共边，有可能是猎鹰，或者是那个，对对，有可能是猎鹰，他俩可能不共边啊。狼和猎鹰现在踩上了，刁德山投的是谁？刁德山可能投的是何呆呆，刁德山归个票过。嗯嗯，啊，没事儿，那我们看着投啊。你们沙里有金哦，我不能说话。啊？嗯？哎，你看啊，这能给冲了？有金了。你们沙里有金银囊啊！外置位两刀，你们这里有金银囊？我们沙里边没有金银囊。到了铜珠，轰轰到了铜珠，轰轰到了铜珠。孙悟空进我营，哈哈哈哈！你敢进我营，得到活抓！再见！开饭，头大头大头，再见！哎，别唠了，别唠了！也看，就你进我的，太唠了，没吧？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不是我进的。刁子山，你要清醒。我不会愚蠢到你想想，刁德山，我一开始就进了供应小屋，我一直在小屋里边没走，我怎么可能进你的岩呢？对不对？你肯定是在大部队里边进的，被进的。静音狼是十秒的 CD， 他比刀要快，我估计也不是三次进的。外面刚才倒三张牌，我们应该排刀口而不是排我。这一轮如果你又被静音了，那我只能投刁德山，不可能刁德山又被静音了。我不可能愚蠢到这种地步，如果这一轮刁德山被静音了，我就投刁德山，我觉得他就是装的了，那在我这儿他就是一张深水狼。不过我还是不能跟大家分票，上轮瞧瞧一看就是归的，要么是猎鹰，要么是归错了。场上如果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如果剩三狼一猎鹰，我们上轮归错了，游戏直接结束，我们就不用挣扎了。但是如果游戏没结束，在我这里何呆呆是一匹狼，灿灿是一匹狼，因为他俩跟瞧瞧不共边，然后要投他，对是不对？所以这轮我觉得我们可以投何呆呆。何呆呆上一轮一票是我投的，上一轮乔乔被冲票了啊，过。德山发言，上一把你的视角和我跟三吃一样的，就听刚才九月这个面涛起跳力度，你怎么去投何呆呆？九月直接都挂票了，挂的就是你悟空，你一刀没开，但是你把我静音了，你多捞啊！我从头到尾，那个 C 很快我就找到你了，对吧？然后三四过来了，起雾的时候呢，你往外走，我就感觉不对，我跟三四的感觉一样，那但是我还没有办法断定你是静音了，到最后零秒你上一轮发言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定为静音了，你说了。德山归票啊，德山你归个票都能归啊，他应该投的是呆呆，这是你说的话啊，我投的是乔乔啊，不好意思啊，过全票打飞悟空。哎不，哎出我挂的轰轰啊，马老师，因为上一轮轰轰，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在那个我和修凯走到那个饭堂的时候，然后饭堂那有人点出来轰轰跟同珠去坐船去了，从南港那个位置，对吧？然后上一轮轰轰的发言全程没有聊同珠这一张牌，然后上一轰那边的情况是，至少何呆呆是在我视野里面不开刀的一张牌，然后参参是在何呆呆后面走进来的，乔乔是最后进来我的视野里，然后那个修凯的鸡腿就倒在门外面，然后乔乔他也没有报警，然后上轮那个票型他一定是一张带刀的牌，那在我的视角里面他应该是一张猎鹰牌走的，狼人然后轰轰应该是刀了同珠那一张狼人牌。可能我是这样觉得，我挂的是轰轰啊，然后上轮我去追他去了，他抿到我的身份了，所以我就直接挂票了啊，冲轰过。OK， 他的发言，这一轮我是跟三吃在一起走，我们俩交流完身份之后，然后就是往那个防腐屋那边走，还没有走到门口的时候，然后拍警了，然后现在就是，之前是，忘了是九月吧，九月当时一开第一轮的时候说的是罗点双狼，说这个灿灿和乔乔是一起的。所以上轮我听了发言之后是票的是乔乔，然后现在听一下后面怎么说过。OK， 轰轰发言，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现在出我啊，你肯定是狼人，肯定开心的不行，你就这么盘嘛，对吧？你同珠是我到的，我猎鹰，对吧？那狼人也知道我身份，我不知道他拒不拒我或者怎么说啊，但是啊，你这把出我，你下回进去三狼三刀你直接没了，因为乔乔被冲票冲走的，我直接告诉你他被冲票冲走的，对吧？
完了，这把如果不投何呆呆，那也不行，掉了三把票投了，分票，狼人全投我，我狼人直接上，我挂票何呆呆了，这必须得投他了，我们再分票就完了，这轮是拉脸，我相信猴哥也是啊，直接挂票何呆呆了，你这时候不挂，说实话，我只能说多捞啊，过，我被狙被狙被，我帮你们好人出一票过。啊，怎么都挂了？那啊，都挂票了，投谁呀？啊？我投的轰轰 我觉得乔乔更像那个猎鹰走的，我投的轰轰，而且他都认狼了。轰轰来饭堂，他死了，给投出去没有人了，怎么说？给个说法，没有人亲，给个说法，给个说法，想起了猎鹰，你给个说法，你给个说法，怎么没弃票啊？猎鹰，猎鹰怎么没弃票啊？哎呀。给个说法，刁德山，不要魔咒，你刁德山，不要魔咒，好，你什么身份？我身份能验，什么身份？我身份能验，但我先不说，我身份能验，是不是想刀我？是不是想刀我？他是啥？不是，我跟九月在一起啊，打水走，打水，打水，打水走，你是不是想刀我？哎，九月刀人了，没人好刀。九月，你给个理由，为什么要刀他这张牌啊？因为他这张牌是参参和呆呆都共踩的一张牌。那如果你刀他，但是你两轮报警，刀他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在我这里，那我就要推翻我之前的东西了。那参参跟和呆呆，如果他俩踩他的话，那他俩就不能为狼了，在我这儿，那狼人出来哪呢？那要么就是三吃刁德山。我说这刁德山怎么踩我踩这么死？那我只能怀疑手刁德山了。九月，你赶紧归票过。德山发言，你这还能怀疑刁德山？刁德山现在从第一轮开始严重怀疑你在这里，你还怀疑刁德山？但是你上一把行为倒还是可以的哈。因为在我视角的话，我只接触过。三次和你被拆了，刺客狼还在。我只接触过你和三次，送双刀。乔乔是肯定为猎鹰嘛，轰轰为明狼嘛，对吧？然后九月为正义，刀了一手他，那他身份不明嘛，对吧？如果悟空你是好人啊，我们不要互打，不要互打，对吧？这个参参和呆呆在这里划水划得很开心，我们重新盘一下，我看啊，参参说九月你打不到我，我是第三个进去的，乔乔最后一个进去的啊。好，那么乔乔呢被冲出去，他猎鹰，那参参你聊不清啊，参参上一轮也没发言，对，参参和呆呆双狼呗。九月点了一手乔乔和参参，他以为是双狼，结果是一狼一猎鹰，对吧？那九月这把正义到了个他的身份是不知道的，他俩必双狼，对不对？三次开不了出参参没问题吧？悟空是吧？我们两个这么打是不合理的啊！这个参参到现在划水，呆呆归票不太行，我们直接挂他票，你同意吧？挂参参票，是吧？是吧？没问题啊。然后三次说我是鹅，然后上来三跟我在一块也一直没动刀，三次还行。三次如果你是反过来打我，你就不对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啊！我是出参参，对，出参参，过。出不到我，为什么要出我？我上一轮为什么没发言？时间那么短，我发什么言？你们都投票了。我要跟你们说的是，上一把第一轮，乔乔他是最后一个进来的，何呆呆在里面。那乔乔打的是谁？他，我没有打他，我打的是乔乔。因为他确实是最后一个进来的，然后这个轰轰明显划水嘛，那他就是外置位刀同珠的牌，然后三吃刁德山孙悟空，你们三个抱团，三吃跟刁德山都说了孙悟空装悟了，然后刁德山又被静音了，这不出猴哥你出我，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三次可以归票，和呆呆的话在我这边我打个问号，但是他确实第一轮没有出刀啊，过。啊，参参，你聊的最不好的一点是狙击狼已经开狙了，你是焦点位的情况下你没有拍身份，我是大白鹅，然后轰轰认狼走的，九月一定是个好刀，且第一轮我刁德三那个
哎看到猴哥往屋里钻那个哎，我就认他是好人了。他们俩都在我的视野里，外置为双刀，狼坑只开在你跟呆呆手里。他们俩都投票了，你又不拍身份，只能我们先把你投了。游戏没结束，跟着呆呆走，因为猎鹰没了嘛，狼人只能再开一刀，除非他是忍者。没问题吧？先全票把参参打飞，因为已经只能这样投了，且他没有拍身份，我过了。我是冒险家，冒险家。OK， 清清爽爽，冒险家、啊、三次是鹅是吧？悟空什么身份？悟空什么身份？观鸟。大猴哥。鸽子。观鸟是吧？哦。观鸟正一下。结束了，因为他是我喜欢你，他是狼的，我不是狼，哎，他是鸽子，猴哥那头你又是鸽子啥呀？哎呀，灿灿，对的，清清爽爽，我清清爽爽，清清爽爽。我还说这把让马老师一把盐都不发，你看马老师，不是我给你的盐，你知道吧？这个是有十秒的 CD， 他是对一个长的盐，别人都不记得了，但是对的。哎，他七仔在怎么？你想削伯父？他被我刀的七仔。我的宠物为什么都是零杠三呢？猴哥。哎，猴哥，有没有真心？三次。我这个人招牌就是主打一首真心。OK， 怎么说你什么身份？真心波。我是好人带刀，我是刺客。好，啊，收获！哇，那瞧瞧我们的，瞧瞧，赶紧进屋。太多人，修克还想刀我，赶紧进屋。哟，哎，这个尸体七仔仔在我后面爆开的，修克还在前面。爆开的话是好只能谈隐身啊，因为红珠跟谁啊是走在最前面进防腐屋的，然后我听了他说了一句修克还想刀我，然后修克还跟上去了，然后我跟在后面，这个七仔仔的尸体是爆开的啊，然后盘一下你们各自抱团信息，然后三次是怎么死的，我记得叼着三根轰轰是一起走的，其他人我不知道啊，过。我这把和同珠和七仔在一起在北港复活，然后来饭堂之后，我在那说我能自证身份，然后只有他找我聊，我们两个现在在这个椰子树右下角的农场这边，这个椰子树这里，好吧，如果是隐身狼的话我能保他不是这个隐身狼，过。修凯发言，首先猴哥和同珠开不出这一刀，我也开不出这一刀，我们在防腐屋内。第二，然后我要踩苍苍和那个呆呆，如果说呆呆等要发言没有踩苍苍的话，那你俩就是双狼，因为当时那个鸡腿就在他们两个中间开放的，就是画面定格的一瞬间，苍苍和那个呆呆就在那个门口外面，然后是那个七仔的尸体就倒在他们身边，而且七仔的就在那个附近呢，就当时我们在从街道往防腐走的时候，我是听到七仔的在后面的，然后苍苍回头就报了警，要苍苍他没有踩呆呆，他是刀了这个七仔仔，如果说和呆呆没有踩苍苍，那他们两个就是双狼啊。OK， 和呆呆发言。我先说，我也知道我在街道饭堂这个出生的时候是跟谁，跟修改一起出生在花园还是金字塔下面，然后遇到了轰轰，遇到了同珠，然后同珠先一个人往上走了，我们就到饭堂，到饭堂之后我们就是一堆人嘛，然后我说我找人对身份，然后九月跟我一起对了，我们俩现在位置是在南港这里，为什么会看到我餐餐，因为我没有视野，我本来还怀疑他是不是到了加拿大，但是他说的那个位置就是很详细，但是也不能完全确定，我得看后置位有没有加拿大枪，或者也不一定能爆，有那个刺客狼不知道去你还活不活着，但是你修可爱这一手点踩我可能就要打你修可爱了，我这边是铁宝九月，我们俩在一起的，过了。哎，不，同珠开不了刀，我开不了刀，我跟他在防腐屋里边，然后后边应该是有修可爱，然后同珠说修可爱要刀我，然后啪报警了，那你肯定是打不到修可爱这里，对吧？这刀肯定修可爱开不了，那只能是何呆呆，所以同珠来归个票，我就没有任何的问题，过。
德山发言，这信息有点少啊，悟空。修可爱说这个能保证你和同珠对吧，然后他说要怀疑参参和何呆呆，他并且说出了鸡腿的位置，他认为不是隐形狼刀的，这信息还少、啊、那你发言怎么不把刚才这个说清楚啊，因为呆呆的发言是明显这有人在撒谎的，呆呆说我不在现场、啊、我跟九月在一块，是这个发言哎，你就说跟同珠，然后你现在让同珠归票，那站在我好人位，我有点慌啊。你不用，我不知道信谁啊。你不用慌，是吧？是吧？轰轰，我跟轰轰全程在一块啊。轰轰，你在我视角你归票，你因为你要听一下九月的发言。你不用慌啊。我是狼，你慌什么？九月发言，我当时是跟吊德山出生在那个街道那个位置，对吧？然后后面来了一堆人，然后和呆呆后面拉我去对身份，然后我俩走到供应小屋的时候，我不知道修凯你还记不记得，你当时是站在那个农场，就供应小屋那个农场那个位置，你是离人群偏右边的对吧，然后我俩是去到南岗那边对的身份，但我不确定和呆呆给我报的是真身份还是假的，刀同主，然后这一波他是确实是在我的视野里面，但是他的发言在我这听感很不好、这个、因为你打谁，你就算去打参参刀到加拿大鹅也不能去踩修凯这张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要清彩一下何呆呆，何呆呆在我这很不做好，但是我这一轮他是在我的视角里面的，嗯，过。他发言，我这个走到这个供应小屋门口的时候，有一堆人大部队在这边，然后我这边喊有没有人跟我对一下身份，然后最后喊了给乔乔过来，然后我们就当时站在那个农场右边椰子树那边在对身份，然后全程没有在这个案发现场，其他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啊，过。你又是坏的呀，坏了呀！我本来想听他们农场这个椰子树的人有没有看到何呆呆和九月过去，因为参参说鸡腿是爆开的嘛。对对。总体而言，在我这边啊，吊德山我这把全程能保他。然后总体而言，在我这里听下来，九月给我的感觉会比猴哥更不好。他又想小踩一下他，他又就是何呆呆说九月能保他，但九月又不保他，说小踩一下他，然后又说了一句，但他这回合确实跟我在一块。那你到底是踩是不踩？你就通过他发言，三吃没人聊一手吗？你又不踩他行为，三吃都臭了，你可以直接把他打死的呀。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情况。然后猴哥的意思呢，就他跟同珠已经进到那个防腐屋里面了，所以他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所以他的信息会比较少一点。那听同珠怎么说，猴哥是进来了吗？Yes， 我觉得可以听同珠怎么说。我一般我如果吊得上，我一般我现在想投和呆呆，然后听同珠说一下过。可以啊，可以投呆呆啊。那个猴哥确实跟我在一块儿，他在最前面，他不可能动到修可爱，也不可能，因为修可爱已经进那个屋子了。九月，你觉得呆呆发言不对劲就投他呗。然后乔乔有没有人看见要说一下的？啊，我被冤出去的。嗯，参参不对劲，发言为什么会踩修可爱？不不不，我没看到猴呆呆，轰轰轰轰轰，不可能。那你看着谁了？那这看着谁了？天哪！等一下，大家就这么看他一眼，这他信息咋这么少？我没看到他呀。我们俩当时就在这里，他就在这里，我们俩就在这儿啊。他当时就在这儿啊。没人保了。我好人，我们两个就在这里啊。我们两个当时就在椰子树这里啊。你有多好？我能。我们俩就在椰子树。我有技能的好人。你有技能？你要不验一下？我能自证，我的身份能自证，我能自证。他打什么身份？他打。怎么了猴哥？你什么身份？然后他去那边对的，我然后都进来了。同珠他们去外面，我就在这儿，我就在这儿。行，别动，我不动。哎，木乃伊，别木乃伊啊，木乃伊，木乃伊啊，有木乃伊，木乃伊，木乃伊。哎，反正木乃伊我也第一个死嘛，那怎么办？我们直接拍你们的。没事。啊，不行，会死两个。猴哥，我给你找行。可以，你给我。好。你什么身份？后边人有点多呀，后边有木乃伊吗？啊，是的，刘德山的，哎呀呀呀，有，哎，啊，有木乃伊，木乃伊在那个图书馆里边跑出来的，哎，我看一下啊，这轮就被木乃伊嘎了一个，那木乃伊怎么会在图书馆里头啊？那图书馆有人吗？刘德山，我想一想，我不太懂木乃伊这个机制。如果图书馆有人，有可能有个狼往那个迷雾跑了，所以木乃伊追出来了，刚好把门口的乔乔给嘎了。其实刚才一轮盘下来，我就不知道乔乔在哪儿，所以我一直在问乔乔什么身份，他说他是有技能的好人，他只说了这一点。
盯住了。然后他所说是有技能。刚才刁德一和刁德三和他说他自己是有技能的好。然后何呆呆跟九月有技能的人多了去了，我这来嘛，哪好狙呀、啊？餐餐是拍景的，我想想，这轮咋办呢？这个就大家回忆一下好吧。如果说我们第一轮投何呆呆投错了。那么就有可能有人往图书馆那个地方走，然后做了一个狼人任务。如果说投对了，那可能是何呆呆做的狼人任务。我没有记啊，有可能有细心的记了，就是谁在一开始就来广场集合了，好吧，熬过。投星界。我记得在广场的是有猴哥、铜珠、修可爱、野猪、九月、他，我没看到叼着三根轰轰，因为。我就是修可爱怀疑我嘛，我肯定要跟他解释，我真的在报警的时候没看到何呆呆，我直接看到七仔仔的鸡腿是爆开，我反手就直接报警了，因为他在我屁股后面爆开，那我肯定要报啊。那如果说我跟何呆呆共同阵营，那我为什么要说爆开，我还要去拍警，那我不去赶快刀人啊，我为什么要报警，你不觉得很怪吗？反正这何呆呆跟九月，我在上轮听猴哥九月的那个发言都不是很做好，其他的我就没什么信息了。然后刚刚在那个乔乔也在，反正他是被图书馆的那个木乃伊撞死的哈。过。修凯发言，我怀疑呆呆和苍苍的原因是，就是苍苍他没有提呆呆。呆呆他在说的时候，他只跟说他跟九月一起，没有提餐餐，因为我是明确看到呆呆和那个餐餐他是在什么位置，我们反腐屋的门口，他们两个就是面对面站在中间，就隔着一个七仔仔的那个就是鸡腿，所以两方我都是怀疑的，因为餐餐没有提到何呆呆，他说他报警的时候没有看到何呆呆，那可以，那何呆呆他完全只字不提餐餐，在我这里就是很可疑的，有点想好像想跟九月绑在一起，然后。不想把苍苍爆出来的感觉，所以我怀疑他们两个人。那这把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投，我听你们归票嘛。反正铜珠和猴哥是绝对不开这个刀的嘛。过。上一轮是我跟铜珠在防腐屋里边，后边应该是有修可爱。因为你们后边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吧？所以我只能保一下铜珠跟修可爱，他俩不开刀啊，这是我的信息。然后呢，这一轮是刁德山在图书馆里边，我看着了。他是在图书馆里边，应该是他好像是在遛木乃伊，对是不对？我这一轮啊，这个我找了他聊，但是我一直因为他上一轮发言很滑的就是非常的滑，你知道吧？所以我想确定一下他的身份，但是他一直没给我报啊，我不知道他什么身份，所以这轮我还是想听一下他发言。然后刁德山也可以发个言啊，所以说是不是在遛木乃伊？OK， 德三发言，清清爽爽，裸点三郎，餐餐九月加何呆呆。通过这一轮修改的发言，我已经很明确，就是这三个人为三郎了。你们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我讲完之后，你们就恍然大悟。第一轮，你悟空、宝、铜珠和修凯，你们三个人供词是在一块儿，对吧？然后你们三个人都说了，证实了，不然的话不行的，不合理的，外面开了两刀嘛。我上一轮跟轰在一块那边遛木乃伊，遛了很长时间，然后木乃伊出去把这个呆呆给拍死了，然后同住报的警，很快，对吧？那你们回忆一下第一轮的发言啊，第一轮的发言是修凯说，我看到了，我怀疑餐餐和呆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个鸡腿在，但是餐餐只字不提呆呆，他觉得很有问题，他把他的感受说出来了，对吧？然后呢，他到了呆呆发言，呆呆说不对，我跟九月在一块，为什么？他想制造不在场证明，然后九月一看坏了，你这一讲我怎么讲？我怀疑呆呆不对啊，虽然我能保他不对不那个不在场，但是他不对，是不是啊？轰轰，对吧？所以他既想踩又不敢踩，其实他想保他，就是说白了，就我怀疑他是坏，但是他在场来证明修改说的是错的。修改这轮又发言说了，他很明确的看到鸡腿在这那个两个人中间，他猜猜就是不提呆呆，对是不对？然后这轮你看啊。狼不敢开刀，呆呆为狼死了，餐餐和九月他绝对跟你们在一块，所以才没死人，对是不对？清清爽爽全票打飞餐餐，哇难他天，过。
你中立吧。阿达发言。九月是被禁用了吗 ？OK， 我发言。前面我是跟那个猴哥总在对身份，这样吧，到这边了，我觉得既然马老师裸点算了，我可以报一下身份，不，那个我是好人带刀，欢迎刺客狙我，好过。我报个好歹。聊岔了，聊到说不了话了，清清爽爽，清清爽爽，难踏天，聊不动吧？九月聊不动吧？只能装九月。我想投九月的。报警也没用啊，因为他说了，你怎么只字不提他？修开又是全程两个人保的，对不对？他好人带刀，那我是什么呢？你难看着啊！到那个没有看到，那呆呆为什么？对的嘛，修开你说的是对的，所以说为什么你两个人坚持在说？对。对，刀餐餐和那个九月，九月肯定不敢来了，对吧？清清爽爽吧，清清爽爽吧。直接把他聊的不说话了。逻辑全对，好人他没他说不了话了。打嘴。那我不会，我不会，我看一下。OK， 你打，我看着。到那个叫什么？九月他现在没办法了，他现在要看抱在一块没事的。哎，我操，人呢？我操，人。这谁混刀啊？刀了，有人中刀了。我和红红坏了，坏了，我们全部一起的，我们五个人一起的。他没看到九月呀？我混死了呢。不是，哎，他随便刀一个别人就行了，怎么给我混刀刀死了呢？不是汤大，嗯，过去的。这仨人刀哪个不赢？哎呀，真没呀，这能把我给刀死？我们四个都是好，九月不是好的过。德三发言没错，首先第一开悟了，直到修凯报警，那个全程画面全部挡住，什么信息都没有，所以九月有没有过来混到我都不知道，对吧？那很简单嘛，现在是不是死了个悟空？你有可能说修凯到了加拿大，有可能说红红同珠加吊的山，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构成猎鹰和狼，对吧？好，先出九月，我们四个人在一块，你是刀，你不是鹈鹕，对不对？你刀我就报警，你怎么赢？是吧？你怎么赢？你同桌轰轰还有修可爱，你们其中有一个猎鹰或者狼，你怎么玩？哦，直接放弃，先打这个九月过。出雕的山，雕的山是猎鹰，好吧？当时是什么情况呢？这轮我至少是一张不在现场的牌，对不对？所以这一刀不可能是我开的，对吧？所以只能是你们人群里面开的。那修凯报警，修凯不可能开这一刀，那就是轰轰同珠雕的山里面开这一刀。但雕的山不去找那个猎鹰，杀我杀的很凶，那雕的山就是那个猎鹰，全票打回雕的山过。Old K 轰轰发言，我就问同珠一个问题，或者问修凯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刀？就是我现在啊，我是一张好人牌，我前两回合全都跟雕的山在一块。然后如果说按刀口来盘，这把是开两刀的，猴哥和他他都倒牌了，他他应该是九月刀的，猴哥我真不知道谁刀的，猴哥肯定是在我们人堆里有人动刀了，但是我收集到的有几把刀呢？好人有几把刀？好人他他一把刀，猴哥一把刀，刁德三一把刀，这是刁德三自己跟我说的，我们两个在那个洞里被木乃伊追的时候他告诉我的。刁德三这张牌呢是我心里的刀口，九月是刀口，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刀啊，首先，然后我把信息都报给你们。因为猴哥进来时候有点晕，他说怎么都是好人刀，那我也是，那怎么办？然后问了我一嘴，然后我说打水，然后猴哥的动作在我看来他肯定是好人刀，他敢站在第一个口的那儿，你知道吗？然后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如果按九月的说我们打吊德山出去，我们还有开饭，对吧？我们如果出九月他们狼人开饭，我们是不是不好意思？是不是猎鹰时刻？反正不是我刀的，我没刀，我身份能自证，我告诉吊德山了，他又没报我身份。这弹幕在那里笑什么？我不明白。但出九明眼人一看我就是好刀，因为我隐藏的太深了，我就是一个警长行为。我这把铁信我自己警长，是这样，有什么好笑的？他他也没了，我是真的他被是被嘎的，因为是打水任务，所以说我本来拍进来以为九月是隐身狼在我们这里面刀了一个，现在是 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好笑的，避开了一刀，刀了猴哥。你不要看我的身份，他是一个刺客。你把这两个，你把这两个字给我挡住，就是刀了这个秒拍的，因为他拍景比我还快。后边那就是修凯，我认他是好人，按着二键走。好人，修凯做了，我这两个字一定等于警长，明白不？然后轰轰是第一人，就跟刁德山在一块儿。其实一定是你们两个里面去开了一刀，但刁德山直接挂票九月了。
我觉得最稳的是在轰轰跟刁德三里面投一个。因为九月他是跟，因为呆呆出去有四票七票，我觉得呆呆参参九月还真有可能是三郎。但是刚才的顺序一定是先出九月，因为九月跟呆呆在一块，参参再怎么样报了个警，但是先不管。呆呆出去的票型像狼，那九月也只能是跟他在一块。我这把就是想打一把深水狼，对吧？玩一下。我们现在就在轰轰跟刁德三里面投一个，得融入。对他们两个，嗯。打法需要转变一下，但我不知道投谁。刁德三点了狼，你看你信谁吧，信谁就投另外一个。邱凯只能在轰轰跟刁德三里面找了，因为我也没看清是谁到的。我投刁德三了。轰轰刚才也想投九月，跟我想的是一样的。没法玩，太 low 了，余额。我自己投自己票啊！哎，你咋没投九月了？没票了。我说了，我自己投自己票，没法玩，玩不了，太 low 了，你们这个。哎，你，三春，你一开始就没。呀，我真没看到何呆呆，你隐形啊！我靠，卡 bug 了。我也没看到我现身了。对呀，为啥？秋开我都没现身哦，好厉害！抱团你没现身吗？不好搞了，没有开木乃伊啊，他们还想开饭，不给开，不给开。OK， 好，没用，他就剩他一个，他们仨抱团怎么的？你是狼任务吗？狼任务，看能不能再拖一拖。他们有开饭是吧？好像有。开饭？嗯，有的。没开过，修了，我刀，不刀他，我加拿大不刀他，别刀他呀。事情是这样子的，刚刚那个防服不是关门了吗？对吧？然后轰轰走到那个门中间，门打开了，然后他站在那个门中间那个位置。然后突然一下呢，这个门它又关了，红红就被这个门给夹死了啊！事情是这样子的，好吧？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啊？啊，过。我信，红红在那个金字塔一头战死啊，过。信，好，还是先投你。这样吧，我们七个票吧，怎么样？真不是我刀的呀，他被夹死的呀。OK， 刁德三没刀我就好了。我偷修改了，修改隐身了。但是他也得招我，因为我带招，他怕我是警长。哇，这把太极限了。出我就输了三轮应该。这把太极限了，是的。虽然现在是第一名，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Yes， 不能掉以轻心。修开，你真的看到没办法，呆呆了吗？没办法，讨厌。上一轮不吃他，我还能把红红给吃了就赢了。哎，也不能这么说，死了都在 C。舒不舒服？在加拿大舒不舒服？我应该是在他报警前那一秒钟 ，CD 到了，现身了。应该是我真没看到。我都没看到我先生，猴哥是个狼，我那个任务真难，是没想到的。你以为猴哥是好人？我像不像一个狼？哎呀，你可像了！我刚才跟着你走了，我差点跟你走了。你在最左边站着就我把自己都骗了，我就骗自己，我是个狼。自己都骗了，谁都开。我刚刚是跟你单。